近日，胖子在横店看到了彭冠英。当日，彭冠英身穿黑色长宽羽绒服，戴黑色口罩，同助理现身某医院排队做核酸。排队期间，彭冠英低头玩着手机，配合工作人员进行扫码登记后，彭冠英摘下口罩进行核酸检测。结束后，彭冠英先行离开。